好，录起来吧。这是败者组的一场比赛，Innovation 要对阵 Classic，一场 SKT1 的内战。真是有点刺耳，你这个声音，你看看是不是开了两倍那个？哦，我看一下。你先看啊，我们先来看比赛吧。这边蓝色的人族选手就是来自于 SKT1 战队的 Innovation，是出现在了左边的10点钟的位置，而右下角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同样来自 SKT1 战队的 Classic，出现在了右下角的4点钟的位置。他们好像在前段时间的一个什么比赛呢，也是交过手，我们好像还播的。MGA，哎，对 MGA， 对。对 MGA Innovation 打 Classic 就是投那个刺客地雷投脸嘛。嗯。这个图又是很好投脸的一个地图。你那么最近状态还可以，但是他就是干不过马入，这也没办法。他那天不是采访已经说了嘛，他说已经很爽了，已经他说我拿了冠军嘛是可以爽了呀。他能逼出马入就已经很爽了，完成任务。哎，那天我跟你说了的呀 ，SKT1 打那个打金链，我跟你说了，是不是 SKT1 的牌要好一点嘛？没有，关键千算万算没有算到 SKT1 还有个什么 Trip 啊，不那个什么 Dream 这种。不是你去嘛？你这应该算主要。我跟你说 ，SKT1 主要有个 Dark， 他就不出来的。你马入上来我就上，对不对嘛？哎，这个太烦了。我觉得如果我是金尔战队的教练的话，我一开始我就会上马入。你上你第二轮就死了呀！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你开始上马入的时候是吧？然后他保狗哥对不啦？不是保狗哥，他就马这种选手就有一颗要那个 AK 的心，你知道吗？嘿，你妹！我操，没妈的，就光靠心就能 AK， 那已经很多人都可以 AK 了。我他妈还想称霸世界呢！我就这么说啊！啊、嗯，现在好点了没？现在好了，好一点，好一点的、啊，没有刚刚那么清纯的。啊，是吗？现在很粗犷吗？还办法呀，长得粗犷的呀。粗犷谈不上，但是没有刚才那么清纯的。那 Classic 上来放战术嘛？是啊 ，Classic 刚刚放了两盘战术，把小黑直接带走了。哦，没看到刚才那个。Party、一盘是中期的引刀，一盘是直接上手封两期矿。嗯 ，Party 在那边被小头海干了，直接打爆了。Party 现在不练了呀 ？Party 那天跟我都在说问我中国风暴什么样子，我说中国风暴还行，然后他说他要转风暴。妈，他说的话你能信？算了吧，转风暴。他现在他真的已经在打了。不，你打不打这个游戏？我告诉你，他去打了，他就走了，跟那个个人能力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个东西。他要找四个队友，好不好？对，关键我是奇怪，他那个辛吉尔已经打到一定造诣了，他在这个在自己最怎么说巅峰的时候啊，去转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而且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啊。哎，也不是一定照理，他已经达到顶峰了嘛，现在。对啊，这种时候，哎，不过他可能觉得我打风暴，现在我也不会落下，可能他是这种想法。哼，这种人都走了，我跟你说。是。母舰核心过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没有的，我估计 Party 是最近打累了，他前段时间不是说他要休息吗？他最近打累了，输的有点多，输的有点不爽。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啊，就今年的比赛还真的是挺多的。嗯，是。你说他输主要是他正赛输吧，他之前是 SSL GSL 这些比赛。对啊，他就这种比赛输的太多了，所以说他老是打进半决赛决赛被人干，他有点受不了了估计。然后想休息想休息一下，这个也正常。也正常。他不会转风暴的，除非是虚空之翼他打不动了。他还没赚，在新加坡他还没赚够钱，为什么要转风暴嘛？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呀。对，他又不是赚不到钱，如果赚不到钱，你转风暴我还能理解，对吧？那么你能拿钱，凭什么要转嘛？你转过去还不一定拿得到钱呢。那我真不一定拿到。这边上来是三，两兵转三兵，然后 BE， 好像他是知道对方是走了一个 VS 了吧？知道就守一下，就正常守一下，也不是说知道吧。
Innovation 应该对于那 Classic 非常了解，我感觉 Classic 这次没有野在家里放个 VS 已经是很正统的打法了，对，已经给面子了。防的来说的话是滴水不漏，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 Innovation 最近状态还挺好的。哎，最近状态比前段时间好一点。还感觉又回到巅峰了。家里这个防空塔的这个时间是刚刚好，打不到什么东西，没机会，没机会。还可以，能够在这种万军丛中戳一个枪兵，已经非常不错了。啊，打成残废了，你也可以的呀。我可能我们两个操作，可能就直接这个就被干死了。没，你需要韩国的那个网络零聘，你知道吗？关键是这个。零聘是什么概念吗？啊，不可能零聘的，你至少也要个五聘，是不是？我给你赌什么？那配就是零聘 ，OK？ 零聘，我靠你妈！对啊，而且我跟你说的是 Prime 基地就是零聘，我都不说什么像 SKT1 啊、像 KD 这种局的。哎，零聘是什么概念吗？是不是他们网络测试那个出问题了呀？局域网呀，就是。对啊，就是局域网呀，就是零聘啊。不，局域网也不能零聘的吧？局域网也有个十毫秒的延迟吧？他那边。他们所谓的跳聘，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顿，你知道吧？就是从零跳到十了。哦，你不懂吗？那怪不得他们比赛打不好，他们去国外比赛打不好，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妈的，国外不可能零聘的呀。是的呀。好 ，Classic 转出了巨象，几病三病。哎 ，VS 转巨象比较正常的一个打法。嗯，主要看 Innovation 这第一波的带两个那个带两个运输机前压，这波压成什么样子。对， Innovation 这个防守真是好，我真觉得好。还有跟你们说一下，今天其实打的基本差不多了，你知道吗？啊，那今天的话前三我估计最少有两个是 SKT1 的。是的呀，书本已经锁定前二了好吗？对啊。Dream 已经前三了好吗？是的呀。然后现在就是 Innovation 和 Classic 看谁过去了，看谁打进去，对吧？是啊，你就那么看不好，不看好青本吗？青本 PVP， 如果我们看到 Classic 赢的话，我觉得青本还是挺有机会的。青本刚刚也是一路干翻了几个 P 啊。嗯。青本好像自从上一次拿了一届那个 BWC 冠军的之后啊，感觉也就这样了。不，他站队，他没站队了那个时候。这个还是很关键的，他们战队没了嘛？是，青本不是青本也是雄金四大的对吧？以前是是是，青本 Trap， 然后那个 Innovation 都是雄金的，还有 Soki， 妈想想雄金四大不解散还有点猛，那是非常的猛。他当时不是拿了一届那个战队赛冠军？对啊，我就说就妈的不解散好像雄金四大有点猛，包括那个 Trap 以前不是也是那边的吗？对啊，就是 Trap 嘛，我就说的 Trap， 然后青本 Innovation 这三个 Soki， 哎 Soki 如果那时候雄金一直在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狗哥 Soki 这种也应该跟什么 Dark 这种是一个档次。狗哥不也是雄金四大的吗？狗哥是第八还是雄金的？哎，雄金的狗哥，雄金的啊，雄金有点猛，雄金真的有点猛。这波兵有点厚啊，我觉得只能够守高台啊。这个时候 Innovation 几个光头吗？八个光头，四个运输机，妈三个巨象还是不怕的呀？不是他冲了呀？怎么就领先了三十几？哎呦，差一点，不可能打进去，三个巨象的火力，你这点兵站不住的。对，关键是个减速立场放的还挺不错。哎，为什么 Innovation 他为什么现在打那么冲动嘛？兵多嘛是可以冲动的呀。不过之前我跟队员交流的时候，确实啊，他们发现有个东西啊，以后在遇到这种前压的时候，确实要顶出来用减速力场打，不然的话你放在家里开个大吧台，人家照样开着兴奋机关，对，就点巨像对不啦？很提升了，是的。这几船兵头嘛，看看四船兵，四船兵，然后在正面再去压三矿。哎，今天我发现吉姆状态好像回升不少嘛。对，金姆最近其实练了非常多的，然后之前其实跟 Party 有聊很多嘛，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韩国选手也陪练嘛，啊，我就感觉吉姆最近的状态比以前好，这个倒是。其实今天有几个还不错啊，回去了嘛，回家了嘛，练习现在了。
对对对对对，他是因为那个叫模拟结婚啊，模拟结婚。哎，又是叫 Innovation 最近什么情况了？妈的，每次都从别人脸上投。这个投的。对，但是后续的这两个巨像也是教他做人，我感觉。啊。哎，我觉得 Innovation 最近，你看前几天打 MGA 也是这样的，他难道是领悟到了你妈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万佛朝宗。很有自信，投的真很好。家里面又是两船兵空投，但是又被守住了。但现在他提节奏呀，漂亮，感觉 Classic 的整体操作细节有点好啊。嗯，有点好。刚才是不是 Innovation 悄悄把农民投了呀？ Classic 那边没偷农民啊，三矿怎么一个农民都没有啊？三矿本来就没农民，他没补农民，他就没补。哦，可能可能全力在爆兵，可能补了农民就死了。刚才那下，Innovation 的确有点冲动打的。哎，这种才是人族嘛，这种才 TVP 嘛，平时他妈出什么围巾这种娘娘腔战术，怎么可能嘛？就是他妈要投脸。妈，他已经在出了嘛围巾？哎，这围巾是后手出呀，我说第一波就是要投脸才帅啊。就是要九死一生，再来一波九死一生。对啊，你看 Classic 到现在为止，他的三矿都没开启啊，就是要全力的爆兵啊，全力爆兵，这太虚了。没办法，这个真的没办法。现在的人族啊，都是就空多线好、节奏快的人族，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现在又是一波多线了，右边先头，先看看有没有叮当，看到叮当了。他这波肯定不急，他看到叮当了，他倒地，慢慢来嘛。Classic 还在那反用先知去戳，他也蛮有空的嘛。他现在要做的是协同，他必须要正面一波先压一下，给你压力之后，然后侧面再压过来。是，但是我觉得 Classic 这三矿的这些兵还感觉有点不够防守啊。三矿兵我觉得也，主矿还好，三矿有点难。他现在先把兵营先补起来再说。三矿也够了，也够了。还可以，还可以，有个大炮台呢，还有。他正面这波，因为正面这波兵又不会去打的，只是过来晃一晃。不是，关键是怕啥？怕合兵啊。对，我跟你说他这四川兵是一会儿又投脸呢，说不定。对对对对对，就我说就这个，他一会儿又投脸怎么办了？我觉得投脸这个，其实 Classic 分的两波兵啊，其实分的还是挺近的。其实投脸的话，我觉得 Innovation 会自找苦吃的。耶，谁卡了？什么情况？谁卡了？谁卡了？我不知道谁卡了。游戏继续进行。应该不是我，我看一下攻防啊。攻防的话，又卡了，什么情况了？不知道谁卡了，可能是欧洲的几个人。啊，肯定欧洲那些人啊。哎，就欧洲的几个。妈的，欧洲那些人太不厚道了。妈的，我们难得弄个比赛，他居然那么卡，我靠！呼。欧洲那个人直接上来护了一下，我你妹护，干死你！就是他，就是他们，绝对是他们。哼，九幺到时候说不定就是你这种，不可能好不好？妈，我看我告嘛，你这种恶人先告状的。我告诉你，我们中国离韩国近的一逼好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种时候必须要把锅给先甩了。妈的，锅不甩就自己退了。当年我们被人甩锅是妈不是一次两次。当年我们都太单纯了。以前被人甩锅，被那个俄罗斯佬，你妈的 no Chinese， 我靠。后来我们学聪明的，一卡我们就叫 no Russian。对啊。只要一卡，你妈管他妈是不是我卡，我反正先 no Russian 叫了。先叫起来再说呀，这没有错的呀。嗯，对啊，我这边开着代理应该不可能卡了。我今天我也开代理的呀，我为什么也说了一晚上了？你能不行？关键是我们距离近啊。对啊。妈的，估计欧洲现在热的一逼，把网线都烧断了，估计。不，他们几个在瑞典，你不要这样乱说嘛。现在 Innovation 感觉他觉得哦他在清几个兵，清几个兵，他觉得自己那个围巾数量好像还不够多。对，是他要跟他打一个后期的能力的，后期的大部队。这个造全都造的，他关键就是在等现在自己的兵里面五个 Ghost， 看这个 Ghost 后面打 EMP 怎么样。另外三攻三防感觉两边差不多啊，等我觉得等不了，
引的微信有点等不了三公城。对，不是我感觉格拉斯也等不了。看对面这个大炮，那个银耀赛能不能顶起来？顶，这顶不起来了，打都打了。打哎，三颗雷！哎呀，是三颗雷，炸的还行啊，炸的还行。这三颗雷，这三颗雷逼着克拉斯克撤退了。快点呀，银的微信顶，银耀赛顶起来啊，银耀赛。看 Ghost 还是有机会全中的。哎，先排几个防空是对的，这个时候。克拉斯克捅另外一边吧，捅另外一边。但是你走另外一边的话，我们看到 Innovation 这个细节做得非常好，路上都停着路灯的。嗯，都看到的。这边 Innovation 又要上了，看 EMP 啊 ，EMP。不敢上，不敢上，不敢上。都有点虚，好不好？有点虚，好不好？这波兵五个巨像，六个巨像扫一波，再加个减速立场。哨兵还有立场，对。哨兵这个时候立场，其实他的围巾数量也不多，所以说也现在清五个巨像还是有点吃力。对 ，Classic 其实现在也不急了，他现在也在转自己的闪电了。对，先把地堡修起来，全部修起来，然后转闪电再说嘛。对，有点势均力敌啊，双方。嗯，是。Classic 怎么感觉拿了个冠军以后变得更猛了？变强了，真的自信打出来了，有点。对啊，不是被之前大家都说他最弱的吗？真不弱，这个真不弱。现在看一下，真他以前你像大雨神 Parting 他们都在的时候，他的 T1 是算比较弱的神族啊，那是就上来放战术的。好，甩叉到外面去搞了，这个是对的，修地堡，然后外面用叉去搞对方的经济。这波叉还有可能把这个地堡给叉了。你能不能感觉要站的呀？这驼兵有点厚哦。是，现在还在存点钱。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在对方门口打，绝对是好的。没有，他把对手勾走了，你看左边勾，右边勾走了，自己先占位置。家里边被搞了三矿。好，就看正面这一拳了，正面这一拳闪电已经好了。烟片，哦，这闪电。烟片好像没打中闪电，没打中闪电。闪电打中围巾了。烟片这个是全中啊，后面的叉子，后面的叉子全部黄血了。全部都是被清光了。那个岛的巨像站住了，巨像站住了。好了好了，是还打不过，还打不过。围巾不够，还是围巾不够。刚才他没有，他围巾是 A 上去的，并没有那个直接甩。不是他太忌惮那个了，他太忌惮那个对手的闪电了。哎，这刚才偷了一个巨像。Classic 也反扑不了。对。也反扑不了，你能不能这样耗下去的话 ，Classic 耗不过的。关键现在风暴还被削弱了，其实这时候现在转风暴是更好的，有点难。转风暴被削了。对啊，我说如果以前的版本，你就这个时候转风暴，其实 Innovation 还不好打。是，就架着你嘛。嗯，我感觉 Innovation 虽然现在我觉得他还是不好打。不是有 Classic 就从右边捅，这个时候从右边捅是最好的。捅那个三矿，我觉得就有机会。嗯，原子弹这什么情况？哦，子弹有没有反应？好像没有啊 ，Classic 是不是没反应啊？哦，有。我靠，这种原子弹连我都炸不到，他怎么可能炸到这种职业选手嘛？主要是原子弹这个提示太明显了，妈，按个空格就回去了嘛。他会告诉你的。这个原子弹把对手的兵啊逼回去了，给自己暴兵腾出了一点时间。嗯，我们看到现在又是快200人口了。这其实刚才移动微信一度是有可能被捅穿的。他兵营数量也够啊，也够。我觉得只要 Classic 想通了，不要往正面去捅，对吧？嗯。去捅那个三矿那个地方。哎，捅三矿就对了。我说。哎，他左边吸引走，然后从这边冲行药赛，有可能会出事哦。你冲行药赛，其实冲他的出兵点还好一点。对啊，你冲行药赛有可能会出事啊，不能冲的。真的 ，Classic 就从右边捅，说不定都捅死了。从右边捅肯定捅死了，刚才人口优势那么大，没敢捅。但现在这个兵种组合，我觉得 Classic 还是有优势的，双 A O E。哎，但是在我们的操作层面上面有优势啊。职业选手不怕双 A O E 的呀，你看这个 EMP 打的好不好 ？EMP 打的准不准？准，他各种在用闪电在耗，后面还有两个闪电，还好。
我们这个层面双 A O E 的确有点猛，他们这种根本不怕的。我觉得就 无解。我们这层面嘛是被他们看他拉的这个散的是一朵花一样，就是。对呀、啊，你这个有什么用吗？闪电？好了，没有电了，已经没有电了。正面刚不刚？我就问你。正面刚不过了呀，现在 Classic。难道这一波就直被打穿了？没有，后续还要保底电。还有两个电。这打不赢了，他 EMP 太猛了。EMP 又打中了。哎 ，Innovation EMP 用的太好了。好，我已经甩起来，甩起来就对了。现在 EMP 把白球清了，赶紧用 EMP 把白球清了。他没有清白球。两把的闪，后面闪电包抄，接近死三把的全中。两个人打的七七八八的，打赢了，左边也被捅穿了，右边被捅穿了。我估计刚才是右边被这个插捅的，捅来乱的节奏。如果刚才不乱的话，我觉得 EMP 直接把三个白球清了，这场比赛就结束了。关键这场还不一定呢，因为 Innovation 刚刚这一波打完之后，你看到一点啊，他运输机数量现在不够了，对他运输机死光了。一个了，不好说现在吧，就这波其实很凶，这波 EMP 打了吧，这个地方先把白球清了呀，用 EMP。对啊，不要再省了呀，对的。他其实刚才那个就是几把 EMP， 如果能把正面的白球清了也行。哎，不过其实我觉得，虽然说这波打下来之后感觉是差不多，但是我觉得 Classic 很难再打下去。他现在的问题是，哎，这把引刀没有翻新哦。呀，刚砸完矿罗。谁卡？没有人说话。Out please， 好，这个英文解说果然有素质。这没有反应型，有点麻烦。好，终于有雷达了，解决掉。Innovation 的经济还是要更好一点，是啊、也不见得。我们看到刚刚那个 Innovation 上面这边矿已经被干了，有点差不多。没，他右边马上开起来了呀。对啊，但可能这个这边也开起来了。妈，差点，我刚才感觉我都掉了。妈的，就是你好吗？他妈的，原来是你卡，你就一句话不说的在这里。没有。真不是我。你刚才说你快掉了，太好了，你看到没有？各种散农民。你不要你妈的现在岔开话题。我问你刚才你什么情况？没有，刚才是我踩了一下网线，没关系。妈的，我告诉你，绝壁是那个欧洲人卡的一逼那帮欧洲人，烦的要死。不管是不是他们卡，我已经让他们退了。啊，退了吗？好，退了呀，对啊，我已经让他们退了呀，后面没人背锅了呀。好，现在再卡就是你的锅了。好，再卡就是我的锅，好不好？妈的，你这种素质太差了。哎呦，这局这电用的好啊，克拉斯克这个电，感觉 Innovation 要扛不住了。我觉得 Innovation 现在扛不住了。捡个落单的巨象，但是闪电太多了，他没有 EMP。现在巨象也多起来，巨象。对，因为主要现在没钱啊，现在构思的话要200块钱一个。嗯，这点是他的问题。哎，要被打穿。神族到这个时候只要肯猥琐，我告诉你，人族怎么都打不进去的。哎，不是的，刚才主要还是就是 Classic 右边那个双线把 Innovation 节奏打乱了。这波五矿的一个空投，看一下。下面全他妈是闪电，你去投。闪电。那么多闪电，你去投，啊！你有本事投到农民堆里面啊！我就闪农民啊，对吧？有你闪农民啊！引刀，已经，我觉得 Innovation 已经管不过来了。右边被捅了，主要就是没钱了。对，右边被捅了，没钱了。感觉这盘还是 Classic 赢了。赢了。三攻三防一护盾，攻防也没有任何优势，钱被打了。那波没捅穿，那波没捅穿，战损太高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就是 Innovation 本来以为那波打穿了，是，而他觉得刚刚还端掉片矿，这是关键。对，其实我告诉你，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三矿，刚才在打的时候三矿被骚扰，他切回去看三矿，认为打穿的时候就会三矿，然后被背后那几把电成马了。啊，对，被那个包夹闪电嘛。对，
电车马。好了，这波正面打不过了。这还有那么多把电呢。随便闪闪就可以了。对。这电闪的简直。兵不够了，你操作再好都没用。机器1-0。难道经典神皇刚拿了 SSL 冠军，要来我们这边拿个冠军？抢个钱好吗？抢个钱是不是啊？不，我觉得他是真强，是有点强，但是上面还是有人在等着他的，是吧？对，第二张地图是瓦尼研究站啊，那瓦尼研究站的话，对人族其实比较不错的，啊，有利，适合他。对，第二张图有利的。你们先做主机吧。嗯，那我把我这边直播先关了啊。你随便吧，你关随便都可以。我这边就不录了，你们你那边反正我录的，我都录的。OK，那我这边先关了啊。好的，我视频都录的。有观众问我什么时候去唱歌，我跟你们说了的呀，我下个星期会去的。刚才海涛还在问我去不去唱歌，我说我要去，我说我要跟党伟华一起。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为 DC 唱一首歌。他要唱什么歌，我说我要去唱分手快乐。分手快乐是呀，我说我要去唱那个木木跟党伟华唱完我要去唱分手快乐。我靠，分手快乐，祝你快乐，是不是？妈的，就要去唱这首歌。OK，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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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说我如果干了这件事情，可能当场就死在英巴 TV 了，直接被掐死。后来我想了一下，好像是有点危险。你要真的要去唱歌了？我要去唱呀，但是我在考虑唱什么。你的曲目能剧透一下吗？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哪一分手快乐呀？真的假的？你别逗啊！唱完就死在英巴 TV 了，妈暴尸街头，从那英巴 TV 的3楼妈被扔下去。不是，关键是你快一个快结婚的人在那唱分手快乐合适吗？我结的婚呢？不是，我是说又没关系，是不是？我是说我去那个银霸 TV 要跟党伟华和木木一期，你知道吗？唱给他们俩听的。然后暴尸街头直接被砍死在银霸 TV。 啊，死不了的呀，你放心，妈的，我们有那么多兄弟帮你，没有用的呀。我已经从3楼被扔下来了，到时候啊，帮你收个尸也可以。好了，我来放大画面了，你们不要叫好吗？嗯，我放大了。要不呀，要不我来 OB， 你们跟随我视角不就行了吗？我跟你视角好像有，我看看你是第几个？应该是第三个。你先点到那个亮王塔这边，好吧？我看一下能不能点到你视角。好，能点到吗？啊，我看到了，看到了。三吧。好 ，OK。你现在点到 innovation 的对吧？对。对的。OK。OK， 这样大家轻松一点。你看，我还算是个专业 OB。哈妈的，刚才宅男背那两个 OB， 妈的，我真的已经要醉了。那没办法，他们是抱着享乐的那种感觉去玩的呀。蛮好的，我觉得以后有钱我们也搞个宅男背。我靠。嗯，我跟你说了呀，就是那个我们没钱买别墅啊，没钱租别墅呀，我靠。你以为有了别墅就能干其他事情吗？啊，你先把别墅的场地先弄好呀。我们公司隔壁还有个空的场地呢，要不去不去吗？旧厂房我们也可以的呀，打扮打扮也像别墅了呀。关键是那些选手来了以后妈妈的这种儒家什么汉庭往那里一扔嘛，好了呀。是的呀。啊，不，什么儒家汉庭，妈儒家汉庭多贵，买32张草席你妈别墅里面全部放进去。夏天不用草席，只要给床被子就行了。没有，我们别墅就没装修过，妈地板都是这种碎石头，草席总要给他们一张的呀。那倒是真的，那倒是，是不是嘛？说的没有错。所有的那个比赛都是拍外景，别墅外面帅的一逼，然后拍个解说台，从来不拍选手。Classic 还是要双开嘛？嗯。不过韩国选手都习惯睡地上的，所以给不给草席其实
并不是很重要。啊、为什么？他们韩国没床吗？他们一般不睡床的呀。我可能是日本选手，好不好？没有没有，韩国选手，他们那边都有那个地暖的。不，有地暖跟没有呀？我靠！原来他们不睡床的。对啊，他们那边是不是都是那种什么榻榻米这种啊？就是直接地板上面就睡了，而且很热那个地板。有地暖可是可以睡吗？我这个我知道的呀。对啊，然后我们第一次去 Prime 的时候，就是买了一张床嘛，就他特地去买了一张床，上是个高地铺嘛。啊，就是给那个给你们准备的了。对啊，因为我们睡不完地板。那他们还蛮节约空间的嘛。地上一躺就好了。对啊，而且你也分不清谁是谁。哎，他的地板是那种是硬的还是软的？硬的呀，肯定是硬的呀。我靠，太他妈艰苦了，这个生活，你妈，妈的，有枕头没有吗？有呀。哦，我以为他们枕头都没有，妈，地上一躺，你妈就个尸体，我操。然后就盖个被子啊，盖个被子，整个枕头就没了呀。哦，这样来的。是啊。该是个假闪还是真闪啊？应该是假闪。嗯，现在假闪比较普遍一点，真闪很少了已经。真闪这种现在怎么说呢？真闪其实也可以有，但是你不能像以前打那么狠，你至少要给自己留一个 OB 的这个空间。对，感觉已经出门了啊 ，Classic 这边已经准备去点了。嗯。我发现韩国选手有个细节啊，他们那个基本上就是不宁可射到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时候出门水晶已经点好了。对，这个细节很重要。我们中国这边选手基本上差不多大概都是一半以上才会出门。哎、我觉得 Classic 这个四兵营的不宁可感觉要把 Innovation 压死啊。嗯， Innovation 这边的话有点危险，养兵营有点危险，他有点偷，太容易能跳了，主要是。Innovation 有点偷了，他偷三矿了。对啊 ，Innovation 直接偷的三级点，而且你看 Classic 的水晶已经把他这回点亮了，而且现在关键还有一点是，他没有走那个 VF 的科技，也就是说不可以出那个坦克或者地雷，对，纯靠兵来防的话还是有点难的。这出去啊你还敢出去，你就回不去了。先稍微吃一波减速立场有没有？好的，出去。但这时候跳没升好。没事没事，可以。哎，还是甩了一半兵啊。跳虽然没升好，但是这个追猎还挺活泼，可以的。而且追猎没伤太多血，就只有一个黄了。但要打上去还是有点难吧。打有点难，耗嘛，就先耗嘛。不一定，这时候追猎数量有点多，这个两轮骑射是可以秒这个地表的。他不会从这个跳上去，他只能从正面打上去。正面打上去的话，他还可以选择跳各种跳回来。我看到伊诺维斯的农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哎呀，现在他就只能在妈的默默的祈祷对手不 A 他，妈的先爆光头再说，还有什么好想的吗？你别修这个房子了呀，把这个房子送了算了呀。哦、我们看到 Classic 家里的话现在是先出一个冷静啊，准备先打个多线。他放弃那个了，放弃了。出了冷静之后直接出巨象呀，只能这样打，现在没有办法。嗯、对。这一波因为你两个这两个地堡其实造的位置还是挺好的，而且兵也挺多，所以你正常正面打的话是打不过的。你的问题是度过前期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嗯，这样子也算让他偷出来了。我们看一下那个 Classic 的视角，有没有看到他的三基地啊？没有， Classic 视角是没有看到那个伊农瑞的三基地的。而运输机也出来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 Classic 现在有点亏啊。嗯，还可以吧，我觉得还可以。他的追猎可以不停的去拖，嗯，但怕的是现在那个 Innovation 这两船兵，两个运输机出来，直接是装两船兵去他家里。没有，Innovation 肯定要先把这个这波三基地开起来，三基地先开起来，他先把三基地开起来再说。这波兵家里面被搞了，啊，正面我们看正面切上去了，
哎呀，这点个妹子有点伤哦，再点个地堡，地堡休息，哎呀，哎，点掉了，有点伤，有点伤，有点伤，这个有点伤了，这个双线搞得有点好，嗯，哎，他把运输机打了吗？没打呀，打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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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没有啊，家里面还有啊，又刷兵的呀。哦，你说是那个 classic 的？对的，我就说 classic 这个运输就没被打呀。你下次说冷静嘛，我现在已经习惯喊冷静了。九幺也应该是这样的吧？对对对，我习惯冷静。你现在其实对于 classic 来说，就前各种的搞你，然后让你的这个三基地啊晚点的下去，然后我自己开三矿，这是对的，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对，你想摸爆这个三基地倒是不太可能。当然这波交换下来之后，现在 Classic 已经是有点优势了。嗯，关键是现在那个 Innovation 出不了门了。对，哎，其实我觉得他跳的也跟 Party 差不多。哎，他们这个档次的神族都一样的呀，就前面这种压制太有侵略性的，这个 Strider 这跳的跟 Party 也差不多。嗯，对，家里的巨象现在也是已经出来了，三基地也快好了，前期的劣势，前期稍微有点劣势，现在已经扳回来了。嗯，现在主要还是就看那个 innovation 正面这一拳的。哎呦， innovation 两机场，这有点狠，这有点狠。对，我感觉他已经想好直接流了吧。我也感觉好像要拖哲学流一波的样子。对，现在要稳住，现在要稳住。但其实经济上面现在还是 innovation 的优势，农民数量和那个三基地的开采进度上面都是，这点优势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classic。 嗯，我也可以接受，因为自己也亏不到哪儿去，他的现在科技上比 innovation 要有优势，而 classic 跟上盘一样，现在完全不敢开自己三矿的气矿。有危机感，这个叫有危机感。我们看一下那个 Innovation 家里兵营吧，就五兵营也没多，五兵营双击伤，再补再三兵营，八兵营够了，够了，够了。而且他只升攻啊，这是哲学流啊，这是哲学流啊。他可以哲学流，只是说他可以哲学流。其实这波哲学流过去啊，其实我觉得还挺凶的。家里面又被搞了，终于把人进打掉了。我这次能进终于是被搞了，我看到那个切过来的时候刚好爆掉了。哎呀，哲学流一波了呀，是生是死就这一波，人口领先那么多。对啊，这波哲学流看围巾有多少个嘛？够了，围巾肯定够了，四倍产围巾怎么可能不够嘛？围巾一二三四，哦，他连挂件都不升的，这三个兵连挂件都不升的，哲学流就抢人口了。不是，挂件升了有什么用吗？你待会儿你哲学流之后，你的其实产能其实也够了呀。对，对，大家等一下，大家等自己的两公。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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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走起。我们可以走了，耶，还不走？你至少拖一矿吧，给点面子好不好？没有，他在演戏，他现在还在演。对啊，你至少他要把外面的这些 OB 先清了，不让对手看到自己直接过来，他是这个想法。你至少拖一矿农民，给大家点面子。我们解说说的那么久，拉了哦，两矿好，够给，够给面子，够给面子，够给面子，走了呀，目标诺森德。我感觉Classic死了呀，这牌。他这个大概如果拼一枪的话，拼毛呀！他连叉，哨兵又不多，叉又不多，怎么拼？攻防两方也没升好。他有多少围巾啊？这个围巾清巨象太快了，十几个，瞬间就清没了。好，就要这波了。哎，农民没上来。这农民卡在后面了。那怎么遭得住啊？还是要打死。剩下的两个巨象并没有那个，并没有吸收到火力。对的，我觉得还是还是要打死，还是打，太多了。上来都打赢了，我怎么招得住嘛 ？GG 1-1了。哲学流主要是气势，倒真不是说你妈的这个农民兵差太远了。他刚刚打过去的时候已经180几人口了，那时候 Classic 才130人口，差50人口，他现在还有农民。还是我觉得还是那个，还是双方的运营啊。其实，在运营上来说的话 ，Innovation 是绝对是要略胜一筹的。嗯，1-1了。我问一下他那个第三张地图，他打了个科科，我就不知道他什么意思。问他是不是柯达的意思？有可能啊。
不是第一张地图是柯达呀，那问问他什么图吗？第一张地图是柯达，是打了个 KEK， KEK 是什么图啊？ KEK 有 K 开头的地图吗？不记得好像没有啊，不知道呀。埃科不是的呀，埃科是 ECHO 呀。对啊，我再想想啊，还有什么地图啊？还有那个仙人掌峡谷。哦，仙人掌峡谷，这是 C 的话是仙人掌峡谷。对啊，应该是仙人掌峡谷吧。嗯，他打了个 KEK， 我这就看不懂了吧。所以有时候办比赛，你看他们说这些东西，你还真得动脑子去想，我看。哼。王兄，你还没进吗？我怎么没看到你进啊？我点了进了呀，他要一个一个进啊。啊，我只能有你先进了，我才能点你一起进。切，那我在这邀请你进队伍不就行了？不用，没事的，叫小色进了我就进了。OK。差点他没换种族啊。我今天晚饭还没吃呢，啊，嗯，你们吃了呗？吃了呀，刚吃了几口饭，太幸福了。妈的，我们吃是因为我们还要熬夜的好不好？是呀，我知道呀，今天晚上还有那个呢，宅男杯呢。因为就这么结束了吗？就这么结束，我觉得这挺好的。宅男杯已经在打了，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比赛就来地图，来到了仙人掌峡谷。你是几号位啊？三。你是在拉近那个镜头吗？啊、对。啊，坐在地图上方实验中方向的是红色的神武选手，来自于 SKT 望战队的 Classic。而坐在地图下方实验中方向也是同样来自于 SKT 望战队的 Intermation。我靠，你搞得跟韩国 OB 一样，还拉近拉远。我啊。专业、哎哎哎哎、字幕在那个出来吗？对吧，字幕没这么高端啊，妈的，然后只能叫一声那样，只能不，他们这个字幕只能那个，只能用那个字幕机才能出来，现在这怎么叫一声吧，啊，这样切 Innovation 是吧，各叫起来妈的，叫你这个叫你这个，你这样一叫他们没了好吗？这个妈的下课了，再也不会有这个声音了，再也没有了。妈的 ，O 为什么 ？OGN 的脸都被你丢光了，我靠！妈的，我只是这么叫一叫，妈只是活跃一下气氛的。不是啊，我就只是觉得这个一叫 GS， 你们 GAMTV 倒闭了，我操！妈的，你来叫一个，我叫不出来，我不叫呀。妈的，你来叫一个给我听听看。我叫不出这种感觉啊。以前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还找些妹子来报 ID 还蛮好的。Tara， 那个什么什么 Tara。Tara， 对对 ，Tara。Rainbow 那个时候对吧？嗯。韩国组合都来报 ID。那时候对他们来说也便宜啊。现在红了呀。嗯，那时候其实都不贵啊，那帮人那时候肯定便宜的呀，或者说那个时候估计就，哎，那个时候很便宜，我说韩国艺人那个时候很便宜的，我记得那个 OS 我不是找了个 IU 来唱歌吗？嗯， IU 就几万块钱，很便宜的，我问的 OG 的人的，那也挺便宜，几万块钱就唱了。韩国艺人跟中国艺人不能比的，韩国艺人很便宜的，对的，妈只有来中国搞得很贵。跑过来一个金志文，一首歌35万，哼，35万不是很贵，我知道更贵的，只不过还可以啊，我就是说还可以啊，肯定有更贵啊，你妈金志文没，我跟你说，游戏圈请的其他人比这个贵多了，我都不好说，啊，你不要这种啊，是这样的，妈的，这几年这些中国的艺人真的有点贵，中国艺人是真贵啊，选手不贵啊。选手是不贵，这个是真的。选手是不贵。哎，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啊 ？Innovation 连续两盘都是很早的拉农民出来探路，然后干扰对手二基地进度，但是
没有一盘是盖顶的，他每盘都可以盖。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妈的 ，Classic 又赌错了。我从来没看韩国的人赌人赌对过。我也没看到过，我从来没看到过。我从来没看人赌对过这个位置，就是赌一半，从来没看人赌对过。太难了，太难了，这个。嗯。但是其实这个死神，我们看一下死神的视野，就是 Innovation 视野。Innovation 进来只看到两个水晶，还不一定了。他能意识到这外面野飞机场吗？不一定，还真不一定。我们看到并没有下 BE， 还是在按部就班的在走着自己的一个空投这个打法。他又要用那个投地雷了。对，这个打法现在比较流行，投四颗雷。但我觉得不好说，现在什么都不好说。他在找了呀，他外面你看死神。我估计他找不到的。你看他找得到找不到，一会儿就找到了。你觉得找不到的？我觉得找不到，因为他只会找自己离自己近的地方呀。对啊，谁他哪知道这么远呢？妈，谁会错了？远的飞机场吗？赌错了。妈的人，所以说人有时候不要太聪明。傻人有傻福呢。对的呀。对的。他的地雷呢？地雷在造，还在造，两个一造的，他是换了挂件造的。哦，下面两个。门口有两个。对啊。哎，他不防的。这两个地雷肯定要先防一波，你无论如何都要先防一波飞机场的呀。啊，又出两个地雷，看他防不防。这还防个毛？都到你家里面了还防毛啊？哎，太拖大了，这真的太拖大了，这怎么买得到吗？其实我觉得杀的还行啊，影响还好，下多少？还行，一共杀了五个。哎，有颗雷哦，有颗雷哦，没炸出来。这反应是有点快。五个农民还好。那后续这波空投怎么办呢？后续这波空投我看已经是出发了，要什么太多的偏，稍微农民拉一下死肯定要死些农民，只是不会说节奏被打乱，这个是不可能。 OB 已经在造了，但问题是 Classic 家里的兵力有点少啊。哎，就是、哦、可以开门了，有大巴台。哎，不管怎么样，就是看你拉农民的时候死几个农民。这波我来看一下墙头呀，这个肯定墙头的呀，这肯定墙头的呀，都不用动脑筋的墙头，然后到二矿去再投一个。哎呦，差点把叮当炸了才搞笑一会儿。好了呀。好，下二矿投了什么？炸了几个？二矿只炸了一个，只炸了一个。那就没投到东西啊。这种我告诉你，这种投地雷的防守是韩国职业神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嗯？难道 Classic 要走我们 IG 的独门绝学？这样吗？啊，没有，你没看到吗？没有，他指出三个凤凰，他指出三个凤凰。我是觉得现在凤凰巨像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并不是那么死板的。他不是，他指出三个巨像防那个的，防投地雷的。你投下来，他把你地雷抬了，顺便抓下运输机。抓下运输机，他出那么多凤凰来干嘛嘛？他凤凰在外面，没必要呀，一直去凤凰，就出三个就好了。然后还是以纯地面闪烁以和那个凤凰为闪烁和地面的为主。对，然后凤凰还可以进行骚扰，凤凰其实就防个轰，我觉得。那这样子的话 ，Innovation 现在感觉有劣势啊。Innovation 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整体，因为它选择这么空投地雷的打法的话，它整体枪兵的科技落后了很多啊。一段时间之内是出不了门的。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可以偷三矿了。我觉得 Innovation 该坚持投，就一直投，你四颗往里面扔的时候你。你确定这时候再投三个凤凰，然后还有地堡？是的呀，你要扔就好了。你看马路是不是这样打的嘛？你就坚持扔的时候你就可以开三基地了。你不扔，你妈的你怎么开三基地？你换战损呢？马路他们都这样投的呀，一直投。那这样子的话，现在 Classic 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可以开三基地了呀，嗯，就不用想了。哎，又有点卡啊！九幺，欧洲人烦的一逼，我靠！切，是我吗？我让他欧洲人先走了，欧洲人先走了。对他非常自觉的，我只要跟他说句 lag， 他就会退了。妈的，这我就说欧洲人自觉嘛！妈的，这种事情肯定他卡，不卡他怎么会心虚？走了就在说明心虚，好不好？然后确实也不卡了是吧？不卡了呀！好，你甩锅成功了。
主要甩锅能力还是有点强的。我告诉你，去什么去这种公司里面上过班的，然后这种做过中层的都有甩锅能力的，好不好？我靠，你默默的就说自己做过中层。做过。我感觉你是高层管理层的，你不是？对，我也感觉你是高层的。中层。你不是 SCNTV 三巨头之一吗？没有。中层一个好吗？妈，这种时候肯定要甩锅的呀！妈，你是 SCNTV 三巨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说中层，我听成了忠诚啊？好了，这边看这一波过来了啊。嗯，因为他的枪兵科技终于是已经完了，但是啊，这个时间点的话，感觉也打不到什么东西。他可能要包，他正面这波兵其实有点厚的 innovation。对，侧翼这两人兵倒是只是小打小闹而已。嗯，可以走的。他主要是把对手的兵拖走，想的是，拖走了，然后左边就直接空投。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其实 classic 是很危险的。空投呀，我觉得三转兵直接投呀，往家里面。这边的 OB 视野控制的非常的不错。对，为什么要投那个投加嘛？直接投脸就好了。可能。哎呀，这个雷达看到没有？这个雷达看到没有？这个兵有点多、哦。而这一波看怎么防，不一定防得住。可是这个不一定防得住。好，三块这边也被打，怎么办？先抬地雷，什么都不管，先抬地雷是对的。切一下三块这边，哦，还好。没什么问题。家里面呢？守住，拉得不错，赶紧走了呀！这个时候三船兵能走，两边全部守住了。哎，他神秘三，他为什么要硬上啊？这个地方，他为了给自己空投腾空间吗？他现在在点那个追猎，我感觉是。好了，他是两矿啊，你又不是三矿。如果innovation这个时候是三矿，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你这样去换一波。是，你两矿，你经济换不起的。哎呦。而且感觉这时候 innovation 状态没有 classic 好啊。再看下面一波，最后一波，这 innovation 左，如果左边这波斩获的话，估计就输了。四颗雷，左边这四颗雷投下去，看什么情况。嗯，这波再没斩获的话，就要被反打一波了。对，而且这波不能送，这波你至少要换到对方的巨像。好像 innovation 想包正面的样子，看起来。哦，又来了，还是头，就是这里，但是被看到了呀，被看到也没办法呀，只能投了呀。这个时候，看到算了呀，真的算了呀，三个巨像绕回去，感觉好像想要合兵还是怎么说，合不了 ，OB 还是看在眼里，先把 OB 清了吧。反正这波如果说这波再投挂的话，那就输了。好，先把 OB 清了，但是还是投不下去，这个地方肯定投不下去，不敢投，他还要在这边勾，这三个凤凰太恶心了。对，就只出三个，这确实有点学问。是的呀，前段时间不是都只出三个。好了，九死一生，投脸，直接投巨像。投巨像脸。妈的，哪有这种打心机的吗？我靠！好，地雷埋下，装了走，地雷埋下，装了走。他打。哎，这是为什么嘛？innovation这个。刚才六个地雷的炸了。不过换的还可以，左边也换了一波，还可以换的。还可以，巨像都没倒啊！他想看他换的同时把自己三矿给开了。而且我跟你说，而且现在这几颗雷在，他直接现在，你是几颗雷不清，马上又要炸了。刚才这个是 OB 不是在旁边吗？他好像没反应过来。还行，但是还有几颗雷哦，还有。哦呀，幸好 innovation 把他兵勾走了，左边打了，右边打了，幸好勾走了。如果没勾走的话，这个地方就被炸了。这地方刚刚也是有六颗雷啊，对，现在留了一个巨像在那儿清了半天，上面那颗雷还没清完，是，现在就无限提节奏了，正好这边我们看到 innovation 的三矿现在已经在开采了，他这个三矿勉强能够现在支持他暴兵，他现在就必须要 A， 他不 A， 卡拉斯克就反打了，他只能在 A 的当中找一次机会，拉开先点追猎，哦，这直接追猎点的不错啊。但是包了，看这个巨像能不能包到，肯定包到了，这个肯定能包到呀，还可以，这波包的还可以，好，互相包，这是三矿被打了，三矿不是他没三矿了，这个没三矿了 ，innovation 三矿被打了，三矿被打了，
这下 Innovation 亏大了，三矿被打了，Classic反打了，主力全倒，输了 Innovation。那这边 Classic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只剩了一个巨像，两个，刚出来，刚出来。两个巨像的话，我估计还要怂一怂。是，但是现在这边也出不了围巾啊。他不出围巾的呀，他就无限无限压呀。两个都不出围巾的，拼一枪这个时候。对，刚刚他一直这么换战的情况之下，他的运输机损失其实很大的。他就是运输机死了，运输机不死还可以打。对。Classic 三个巨像差不多要反扑了。好、哦，再次的刷五个叉，就等你出门、嗯。好，这次至少看到了。对。好、哦，这边 Classic 也是看到了，先等一会儿，不急。哎，我真觉得 Innovation 最近跟吃了火药一样的。他最近状态有点好。啊，没事就投脸，哪有这种打，哪有这种打心机的嘛？我靠，如果你，我觉得如果你每次投脸都能投死巨象，那巨象还出来搞毛啊？好了，这五个叉成功的勾引了对手的主力，这边 Classic 一波了，一波了，选择出门了。一波了，这一波防不住了，这已经防不住了。但是同时有四川兵，现在是投到换家，换家，换家，换家是对的，只能换家了。但是对手家里面兵丢了个巨象，这个巨象太恶心了。他又投脸了，他刚又投脸了。哎，为什么嘛？我承认很有气势，但是没什么道理啊。这种你偶尔投投脸嘛好了，每次都投脸。好了好了，打成换家了。现在其实战斗人口反而还是 innovation 高一点。innovation 现在想的就是最后拼你一波，把你主力看能拼掉多少，然后换家你换不过我，最后剩下来的兵。点追猎是对的，点追猎是对的。装了走了吧，装了走了，装了走了吧，所有的主力装了走了。感觉还是并没什么用啊，这波换。哎，他怎么不把那个光头装了走了呀 ？innovation。那时候操作来不及了吧，我看他到处都在操作。家里面就是，难道 Innovation 要选择保河流？这张地图好像不可以保河，好像保不了，有400块钱保不了。对，保河是保得了的，你飞到左上左边那种什么9点钟后面保得了的，保这种什么矿后面都能保，只是说现在最大问题是别人有400块钱，你怎么保嘛？是是。哎，急了 ，Innovation 已经急了。还 Innovation 这边矿倒投了踩的有点不错，但是现在有钱没用啊，他没兵啊，没机会出兵。对啊，对手在你脸上点个那个基地，你就知道可以退了。这三个巨象已经是无敌了，嗯，已经无敌了。这边出不了围巾啊。还是在换家的时候，我觉得 innovation 不够，怎么说呢，就是思路不够清楚。还是我现在有没有那个嘛，有没有那个 classic 有没有 OB 嘛？有的呀，满地图他妈都是 OB。 有那就赢了呀，满地图都是 OB。 其实 innovation 刚才换家的时候是有机会把 classic 换死，关键 innovation 现在还没基地了。对，你仔细想想是不是有机会换死的。刚才这波如果主力他稍微控好一点，有点惨。不过这张地图好像是不可以饱和的啊，好像是不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左你就每个矿的最后面，就这最后面这就可以啊。左上右上什么到处能饱和的，这张肯定能饱和的。但这个打到饱和有点速度太差了。打不了，打不了。我告诉你，现在 Class Innovation 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当 Classic 的主力去打你的时候，把这个基地给点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打你嘛？我就在这里踩你，你我看到你在那里没东西了，对啊，我就在这里踩，没基地，然后也没农民了，那也可以。妈的，还有46个农民，我。对啊，还这打还打毛啊？你给我一个妈的，我要过来打你的理由嘛？我没必要打呀，我就准备出点凤凰来干你那个飘在野外的建筑就行了呀。对呀、啊，退了呀，这那么多40几个农民几轮就踩回来了。Innovation 估计最后要来一招，
来一招这个万佛朝宗了呀，还是头点了，万佛朝宗呀，死要死的有点气势。哎，你用飞半天有什么好飞的吗？怎么有气势吗？下来就得死，那么多叉，又点了个基地，点在脸上，这真的是你叉管叉多呀，这是气势，你懂不懂？好了好了，运输机差不多要死光了。最后投一波啊，来点气势，吉吉。吉吉，2-1啊，最后 Classic 赢了。那么 Innovation 就被淘汰了。对。